这稀奇古怪事儿就是多。你像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这种节那种节，就一个春节和八月节啊。现在可倒好，情人节、圣诞节、感恩节，这不今天又赶上一个父亲节。我呀也是三个儿子的父亲，每到节假日啊，我是真想他们几个，但是啊孩子工作忙压力又大，我不忍心麻烦他。哟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我给我父亲买点啥呢？对了，我给他烧点纸去吧。爸，开门。谁呀？哎呀，开门就知道了。呀，小玲啊。不是我，还能谁呀？那三宝干啥去了？他咋没来呢？哎呀，他能忙啥？上网干游戏呗。哎呀，这孩子净没这个正形啊。你说你有那时间你都用在工作上，让领导重视重视，净扯那没用的。哎，小玲啊，嗯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啥事儿？虽然说你和我们家三宝马上要登记结婚了，可是呢你还没正式的过门啊，老叫爸爸的有点早啊。哎呀，关你叫爸你还不愿意啦？这不早晚的事儿吗？我早喊一阵儿，你是不是多听一阵儿？听一阵儿你就少一阵儿。万一管你叫爸的时候你再听不着呢？啊，开玩笑的啊，别往心里去啊。老头儿，这孩子说话有点虎车的你。没身没钱，那时候你来干啥来了？啊，这不是父亲节吗，特意给你准备的，来接礼物。干豆腐咋的呀？这多有营养啊。我告诉你老爸，你炒菜的时候你一定多炒一会儿，你炒软乎的，别把你牙割掉了啊。快去吧，多炒会儿，我也吃啊，快点。年轻人咱们是不习惯。一米五就能放个小茶几。哎呀，这行啊，三米正好放个大沙发。看看这儿啊，一米八，哎呀，双人床正够用的。哎呀妈呀，吓我一跳，走动咋没动静呢？不是孩子，嗯，你可别整那双人床，三宝他妈走的早，我那边都闲好几十年了，你可这个我睡不惯那玩意儿啊。我习惯就行呗。你啥意思你？爸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是我们住，不是你住。我和三儿决定的，把这儿当新房呢。哎，等会儿，那个你和三宝结婚，那房子首付钱我不都给你们了吗？还贷款多累呀！啊，不是，主要是想在你身边照顾你。照顾你吗？那个孩子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咱家这房子本来就小，你说你们俩搁这儿结婚，我上哪儿住去？地方不多的是吗？你看你就住这儿。哎呀不行，我那块放个茶几。哎爸，你住这儿。啊，那块放电视柜了。住这儿。哎呀，我小狗住那儿。哎，爸，你过来，你就住这儿。阳台？对呀，阳台多好啊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新鲜，最适合你了。新鲜？那可不是新鲜，那都没风，和住外头不都一样吗？你这个意思你不咋乐意呗？
你也太狠了，咋的呀？你想让我和你儿子露宿街头啊？你也太损了，有你这么当爸的吗？有意思。我说你们两个啊，你们年轻轻的，你啃老还有理了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们俩搬进来。不搬呐，不搬就让你儿子和别人结婚去呗，本姑娘我不伺候了。有意思，哎，搬到哪里？哎呀妈，气死我了！嗯，哎呀，要往这当新房。哎呀妈呀，我啥也不说了。哎，妈，开门。听见没？这是阳台都不让我住了，这是。我是，你们要干什么？爸，我二宝。来来，爸。哎你看我媳妇儿给你买的礼物。哎呀，你们呐，为了花钱挣钱都不容易啊。应该的，过节了嘛。你可真……豆芽啊，爸，你啥意思啊？我跟你说啊。我搁家挨的时候我都想好了，我送这个豆芽子是有意义的。爸，豆芽是怎么长出来的你知道不？黄豆发出来的。这就对了，豆发，豆发就是咱爷俩都发。豆发。爸，咱爷俩合作的话肯定都能发财知道不？对，肯定发财。那死，嗯，死，转死，啊，媳妇儿来，娘娘，媳妇儿再往那点儿，再往后退，这看见没？不是，等，你们俩给我停一下，怎么的了，二媳妇儿？你们也抢着我这房子要住啊？哎呀，爸啊，你爸呀，你想多呢。我跟你说啊，就你这破房子，你给我住我都不住。我想在这儿啊开个幼儿园，你知道不？幼儿园。啊，又开幼儿园。开幼儿园啊？那我上哪住去？哎呀，爸呀，你有地方住啊？你就跟小朋友在一起住啊？对，跟小朋友一起住。瞧爸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呢给这开个幼儿园啊，我天天给小朋友们上课。完了，到时候我做饭，你也听课。我给你拿个小饭盒啊，你早上吃，中午吃，晚上吃，到那时你多幸福啊，爸！吃现成的。不是老二媳妇，那个幼儿园老师啊，都得经过学习，上过什么学校啥才能教。你说你十个字得有八个字不认的，你当什么老师啊你呀、啊？爸，你看你这不像我的实力呢。不是爸，你这不还有我呢吗？那不咋的。那啥媳妇儿啊，咱爸爸有点不相信你这教学水平，要不然你给展示一下。展示吧，来，真的，你跟爸当的幼儿小朋友，来过来。爸，咱俩当学生。你就不是你们这要干啥呀？你们来吧，爸。老二媳妇儿啊，你这，哎呀，这是开幼儿园挣钱呐！你坐，都坐好了，都坐好了。我的黑板呢？给我挂上来。爸，你把手背过去。哎呀，这。上课啊，今天老师教你们认字。吃吃一个吃吃饭的吃吃饭的吃水，思维水，喝水的水，喝水的水，把这个俩字搁胯堆儿念，吃饭喝水。哎呀，这咋这么别扭的？你看，爸你多聪明啊，都会抢答了哈、啊。
这个非常简单。下面呢，老师教你们背诵一首唐诗，哈，坐好了。说，哪哪哪，歪脖向清歌，红毛浮绿水，红掌拨了拨。写一下啊，写一下，写一下，写一下啊。行。老二媳妇啊，你说你大舌狼藉，你往哪儿拨了呀你？啊？笑，拨了拨。笑什么笑？笑啥啊？你笑什么笑？哎呀妈啊！上课注意听讲，知道不？啊，尊重的老师是不是？啊，我就不信我这老师教不了你这个学生，知道不？啊啊！吓人！吓人！你给我撒开！你给我撒开行不行？我说，老二媳妇啊，你呀、啊，你简直就比那个有一个小学校长你还可恶啊！你这你就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幼儿园阿姨呀、啊！你不但要霸占我的房子，你还要虐待儿童，哈！我就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们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！爸，你说啥呢？滚！怎么滚？放心不正，滚出去！滚！啥呀？太傻！滚！这挣钱，这挣钱！爸，这滚！老伴儿啊，你看见没呀？这就是咱们的孩子，你可倒好，先走了，你把我扔到这块儿。老伴儿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愿在这待了，你把我叫去吧。爸，是我，老大媳妇来了。您这是跟谁生气呢，爸？咋的了？白眼狼。白眼狼？大白天的哪有白眼狼啊？爸，您咋的了，爸？不用说别的，你们都是一个套路的。拿出来吧。啊？啥呀？父亲节礼物呗。哎呀，爸，我来的时候啊还没啥准备，把这那个你把这个干豆腐呀，哎呀不是冻豆腐，你冻上一会儿该化了啊。我没说错吧，都是一个套路的，冻豆腐硬的，这是直接把我砸死了。爸，我看你老啊今儿个心不顺，一会儿啊我给你炒几个菜，你老啊喝两盅啊。不要寒暄了，有啥事儿就说啥事儿，拿出来吧。啥呀？卷尺凉吧，走。哎呀，凉。爸，您都知道了，那行，那我就不瞒你了啊。那儿不用量了，那长三米，宽一米五。这儿不用了，这长一米五，宽四十。你没来，有人都替你量两回了，不量了。你还是放幼儿园的小凳子，你还是要放沙发，你随便说。爸，我想啊给菲菲放个书桌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们为了霸占我的房子连孩子都不放过？那菲菲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们家新买的楼房又是温泉入户，又是什么风景凉台，那就秀丽，又是你们可别把孩子给耽误了啊。爸，你说的啥意思？我没听明白。不用说了，你们几个我是看透了，你们不要着急。急啥呀？等我呀，
俩腿一蹬，俩眼一闭的时候，我会非常公平地把我这点家产给你们三家平分。但是在我没死之前，你们就容你爹有个容身之所就这么难吗？非得把你爹扫地出门吗？你们呢，爸，你们简直……哎呀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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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别生气，爸，爸，您别生气，爸，爸，哟，爸，爸，您别生气呀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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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消消气儿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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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消消气儿，爸啊。爸，爸，你好点没？爸，爸，爸，您的房子永远是你的，我们哪谁也不要，您误会我了。爸，我跟您儿子。我大媳妇，爸搁这住挺好的，你呀、啊、和菲菲你们都懂事，爸爸知道。你只要你们，小两口家孩子，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爸爸就高兴了。没啥，我就搁这住吧。爸呀，那可不行啊，您那得搬过去。你要是不过去呀，菲菲不得怪我吗？我呀得给菲菲做个榜样，我要不孝敬您，菲菲能孝敬我吗？爸，新房钥匙，父亲节快乐。